为了要让更多人能重新与海连结，苏怀与伙伴彭瑜在2018年初开了一间全岛唯一的书店——小岛停留。我们之前本来就很想要一个空间，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关于海洋的经验东西，所以突然就想说，不然就开书店好了。因为我们出去到其他国家或是其他地方，我们也都很喜欢逛书店，然后小琉球没有书店，所以想说，不然就开书店，然后以海洋跟环境为主，然后也是一个空间，所以也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一间以海为主题的书店，里面有着许多海洋相关的书籍，办理各种海洋相关的主题讲座，让在小琉球的人能够拥有一个空间，一起聊聊海。这次的活动邀请到台湾海洋纪录前辈柯金元导演分享，小小的书店挤满了人潮，七点一到就已经坐满，甚至有许多人没办法进去。就本来就知道他们在这边对海龟很多贡献，这样。因为之前也有就是海龟点点名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有来听这边听海龟的演讲。苏怀决定深耕于小琉球，身旁有着许多跟他们一样热爱海洋的朋友。他可以秒速的认出海龟，让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就是我看海龟，就是除非某一些很特别的海龟，我可以马上认出来。一般的海龟我都是几乎是认不出来的。但是他这是有办法，他是很用心的去记那些 photo ID 这样。没有想到一个人会为了海龟这么疯狂做这些事情。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太认真了吧？就是。他可以，我听过一个最厉害的事情，就是他为了要看海龟的交配，因为交配期是一段时间而已，他可以浮潜浮五个小时吧，浮潜浮五个小时在水面上，那个皮应该都很皱，然后很冷，超级冷这样子，他真的很狂的人，他很认真的想要认识每一只海龟，因为这边海龟很多，所以我们都会想说，哦，海龟嘛，就是海龟，可是他会很认真的想要记录每一只海龟。运用社群的力量，导人海洋工作室的粉丝专页时常报道海洋生态的真实情况，与网友们互动，让大家看见海洋正在发生的事，能借由行动来爱护海洋。除了线上虚拟的社群经营，导人想要用线下的力量让大家更接近海。苏怀与朋友们在小琉球看见海洋的现况，一同思考能做些什么改变，串联小琉球卖家，每月一次办理裸晒市集，以裸包装无素为主题，一起爱护海洋。裸晒市集，当初他们讨论是说，希望可以主要是无包装的事情，就是裸包装，就是这些不要再有其他额外的包装。所以裸，然后晒就是我们会在海边摆，所以很晒，像今天就是晒伤市集。今天就是以小岛停留啊，就是书店，小琉球岛上唯一一间独立书店来摆摊。然后我们现在有拿了一些书，我们就挑了几本绘本，然后挑了几本像这个大海的朋友啊，这本还蛮有趣的，很适合大人小朋友的书。然后有一些关于环境的，像关于垃圾的，还有环保的书。世界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，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多大。还有，他说40只大象做几台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书里面也有写嘛。我先来看看它有多长。他说南京有将近30公尺长，等于一个农场拖拉机。蓝鲸的嘴巴你们好厉害，那你们猜猜看鲸鱼有牙齿吗？你们猜猜看有牙齿吗？牙松板有。对，好，鲸鱼有两种，有一种有牙齿啊，有一种像蓝鲸一样没有牙齿。它的这个牙齿啊是这样子，嘘嘘嘘嘘，就是很像一条线一条线的窗帘。你们家有那种窗帘吗？一条细线一条细线，它的牙齿就像那样子，一条细线一条细线的这种窗帘。所以蓝鲸这一种它是没有牙齿的鲸。好，请问有没有半兽骨牙刷跟足骨管，是一个很好可以取代塑胶制品的东西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对这个东西有兴趣。
罗山市集渐渐地吸引越来越多人一同参与，影响着游客对海洋保护的习惯，同时也让店家们从生产端改变，希望让小琉球这座珊瑚礁岛屿能持续保持美丽。当然不希望看到这些事情发生，可是我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一直不断在重复发生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不会到那么，就是我觉得自己还蛮平静的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就不断，一直不断的都有。像我来这边每一年，其实都有海龟被螺旋桨打到死掉的都有，然后或是也有卡在那个肺轮胎里面死掉的，或是缠到肺网死掉的，或是不明原因它就死掉，就飘在那边，或是沉在底下的，对，都有啊，就是都一直都有这种状况。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如果真的是我很熟的海龟看到死掉那种感觉是什么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遇到。对，但这种事情就真的每天都在海里面发生，所以这才是最真实海洋的状况，不是只有可爱的海龟，他们每天面临到很多危机是最真实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顺其自然。我们人是没办法去改变自然，就只有等着自然，他会跟我们讲我们应该要怎么做，对吧？我觉得是应该是人要去适应环境，要去适应海洋，要去适应自然，不是环境要适应。岛人海洋工作室关心他们热爱的海，就如同我们也会关注我们所热爱的一切，因为在意，所以更加珍惜。